这种呢就是风告蜜啊，风告蜜就很多说的是蜂巢蜜，其实和这个都差不多，就整体全封住，就蜂巢蜜。它这种蜜的就说就是成熟蜜比较好点儿，所以咱们家这个窑堂的话就全部要达到这种啊，就这种封盖，最起码要封到这种情况，不能说100%全部封吧，但最起码要封到一半左右，这样的话这个蜂蜜质量会更好点儿。吃饭都在厕所里呢，吃饭都在厕所里。门外还有点山。啊，你要这封是21天。还没有摇出来，现在还得继续。大家看一下啊，我爸现在目前拿的这个呢，就是完全都封盖了，看到没有？整个封皮全部都封盖了，这种是特别好的那种。温柔感的劲，啊，好多呀，就这样给显温柔劲。站住！哎，下来呀，一二三。不要散空。
客观。那过去找要么这个就选一下。哎。Sure.